是由一银担任办行，他连带的金额是205亿，其中预付款还款保证125亿，周转金是80亿。第二，截至10月24日为止，授信的余额预付款还款保证有72亿多，购料周转金有74余亿，所以合计是147亿。换言之，如果加上利息的话，这个连带案总共已经动支的金额是154.11亿。第三，国人非常关心国内的银行将受到多大的损失。首先，因为庆富整个集团的负债都有可能变成呆账，所以国内各银行最大可能损失是201亿元。其中参与连列雷舰连带案的行库最大的可能损失是125亿元。连带案有5大缺失，经过查核之后，我们认为易银在办理本连带案的时候，他在贷款之前的征信、授信跟贷款之后的管理上确实有不当的地方，分别叙述如下。他的第一个缺失是没有确实评估庆富的资金缺口跟还款能力。第二，依据连带合约，庆富必须在106年以前增资40亿，但是易银没有要求庆富提供增资计划，以确定庆富是否能够如期完成增资，以致日后有部分增资款项还要来自易银自己额外再给他的贷款，这个部分是10.5亿元，这个增加了整个易银的信用风险，对易银在征信、授信评估跟整体风险的管控上面，它显然有很大的缺失。缺失三，易银没有确实评估庆富的造舰履约能力，贷款发放之后也没有确实追踪，显然有缺失。第四点，易银没有确认庆富的采购供应商是否依据国防部订购军品契约及列雷舰采购契约附加条款的规定办理。它的第5项缺失是，易银没有查证相关交易的真实性就拨款，以致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整个的资金流向上面有非常令人无法相信的情势。它的连带金额总共有49.33亿，流向5家可疑的人头户，这些人头户分别在香港、澳门跟新加坡，而且这流出去的49.33亿的金额流向，各位可以看附表二，在第11页、12页跟到14页到13页之前是流出的情况。这里流出了这一些呢，主要是几家人头公司，像是 Anti-Zone Capital、Harbor State、Ocean Kering、L3 Capital 这些公司的账户，分别是在澳门、在香港、在新加坡的样子。好，然后这些钱，庆富是说支付造船所需的经费，对，汇出去，跟银行申请整个动支连带案的金额汇出去。那非常可疑的就是，我们发现这些钱的部分又从国外汇回来，而且汇入的是庆富相关关系企业跟关系人的账户。所以这个部分，各位可以看第14页，比方说汇款人，你可以看到一个 Anti-Zone Capital， 他汇回来美金，汇到了庆富的关系企业一家水产公司。 L3 Capital 原来是他从台湾汇款出去的，他现在又从新加坡汇回来一部分的钱。所以这里面的钱总共有多少钱呢？这里面的钱总共的金额是4300万美元，换算成台币呢是13亿美元。
13亿台币。所以这个连带案呢，有49.33亿流向五家可疑的供应商，另外约有13亿汇回至庆富相关企业的账户。所以这里面呢，另外有30多亿，它究竟是留在海外，还是汇入国内另外的其他账户？我想检调方面都会再进一步进行追查。那这些资金往来异常，流向不明，涉及庆富提供不实交易资料向银行诈贷的资金大概就是49亿。尚待检调进一步查证相关款项的用途。这笔13亿元从海外汇回国内，受管人皆为庆富公司相关企业及关系人。如果涉及洗钱或其他不法交易，将由相关检察机关进行后续的司法调查。